一条肌肉、韧带或者软组织发炎之后，某一个角度移动之后会痛而没办法过去。低头族容易诱发落枕，而男性又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落枕的情况。对，恭喜你答错了。一般男生的肌肉强度比你们高，所以同样打电动的时间，男生就比较不会。经常落枕也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有可能，因为你如果椎间盘突出之后，它就比较容易压迫到一些神经啊、肌肉啊，是就比较容易落枕。还有健康动一动，让你舒缓肩颈酸痛，远离落枕疼痛。上天，下地，酷，下地，低头摇，低头摇，啊，好舒服哦。当然是反手抱肩，前后翘。往前，往后，往前，老师，你有学过街舞哦？那你来比骆驼可啊？这个前后动就表示你颈椎骨有没有很灵活？哦。欢迎收看《食脚健康》，健康最实在。欢迎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先欢迎第一位丁宁，第二位杨光，第三位黄小柔。这个很多人都会认为说这个落枕啊，就是因为睡姿不良，一般大部分不这么认为哦。其实根据现在的调查，因为3C产品的盛行，会这个低头族啊，因为你的姿势不正确哦，然后造成血液循环不良，所以这个有日益增加的现象哦。这个肩啊颈啦，跟这个脊椎部受伤，因为3C产品哦。很倒霉哎！去看去求诊的人啊，大概增加大概两倍，就是两成哦，两倍。哇哦！再加上最近的天气热，因为这个中暑也会进出这个冷气房啊，造成热感冒，热感冒前阵子超痛苦的。讲到这个落枕，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分享，是因为维明哥啊，有一次跟我讲说，他在内地也会落枕，大陆落枕，他说不舒服。两三天没有好，后来有一个这个大陆人就跟他说：“你把那个你睡的那个枕头啊，把它立起来，立起来，就会好，不用拜，不用拜，什么都不用，把它立起来。”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他回答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跟我一样，真的假的？他说他从楼上走到楼下去，还没上车好了，有枕头神，我不晓得，像拜枕头神。从那天开始，我就是期待我会落枕，我还没有落枕，可惜，我是想试试看。他的鬼话你讲，你相信？我不晓得啊。但是你说落枕，我还真的有一次是，我记得那一次落枕是因为我在睡前打电动，那跟低头族一样。对，然后我那天还很得意的说，啊，我不要这样打就好，我这样立起来打好了。就不会头就不会低了嘛，我这样立起来打，我打得开心，哇，低头族变成抬头族，一直跨到后来。隔天早上醒来，我发现不能动。不能动是只有颈肩还是连手都不能动？我也蛮恐怖的。颈肩，就是我要起来就是会痛，然后不能动。然后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鬼压床，然后我就心想说怎么办？然后什么时候推给鬼好不好？他们真的很可怜的。然后后来我是这样子侧过来起来的，然后我一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先求救啊！我就跑去叫我妈，妈。你们整骨师吗？有没当有用吗？因为我从来没有落枕过。我从来没落枕过，所以我就吓到，我就跑去跟我妈讲说：“妈，没当啊！”然后她知道我落枕之后，我妈就说：“外公，哇姐，枕头立起来的，不是枕头立起来，妈就把枕头立起来，不是。”而且她还没讲完哦，哇姐红缓，外公就好哎。我正要问怎样的时候，她就突然哇，就吓我。有，我有听过这个。然后我就更痛，我以为是好的嘞，更痛，然后就一直哭，好痛，然后还说不好呢，然后还去看医生才针灸才好的，是不是？所以说落枕，其实说真的，很多偏方是没有用的。但是好，我很好奇，他是吓我，稍微不能动，还是像那种完全不能动？老师，落枕什么样的情况就叫做落枕？我们脊椎分三节嘛，哈，颈椎、胸椎跟腰椎。对，那你会发现呢，活动度最大的是颈椎，可以转，就是它可以转来转去。对，那它之所以能够转来转去，它很简单，因为它中间有非常多的韧带、软组织跟肌肉。对，它才有办法让你转的活动度这么大。但它的结构也有影响啊。是，但是主要还是有一些软组织跟韧带。
那么这些软组织跟韧带呢，就像你的肌肉一样，对，如果过度使用或者使用姿势不正确，它会造成没办法哦，幸运就一直破关，造成这个韧带啊、肌肉啊或软组织的这个所谓的受伤，过度使用受伤发炎，然后呢会使得它造成疼痛啊，所以因此呢，落枕的意思就是某一条肌肉、韧带或者软组织发炎之后，是使得你的角度。某一个角度移动的时候会痛而没办法过去，是这种就称之为落枕。对，老师你落枕过？当然有啊。你的情况下是怎样？书看太多还是？不晓得，因为它其实现在目前两种可能都有可能，一种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因为姿势不正确，那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了嘛，对，那压迫它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睡觉六七个小时起来就落枕，就某一段肌肉受伤。对。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在白天就已经受伤了，不是睡觉起来才发作而已，它不是睡觉造成的，就像你刚刚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受伤了，只是它刚受伤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痛，对，等到睡觉起来就痛得不得了了，超痛的。那我是有些经验，就是好像太累或者熬夜的时候也会，像之前也说在拍八点档的时候，因为真的睡眠都是2个小时、3个小时，所以一躺下去就真的死掉了。所以我发现在那一段时间，因为身体劳累、疲劳，我特别容易落枕。当然，因为你平常哈，如果说姿势不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如果你并不是那么累的时候，你会醒。会动那个姿势，但是如果说你那个累翻了，很累了，那个姿势本来是一点点不舒服，但是你就被它压过去了，那起来之后就换它不舒服了。正确的姿势和适当的休息，才不会伤害颈椎，造成落枕。但你对颈椎的认识有多少嘞？马上来考考看喽。第一题，请问。落枕呢，是因为颈部的脊椎受到压力。请问呢，人的颈部有几块脊椎骨 ？A 有7块 ，B 有5块 ，A 或 B， 请抢答。丁玲姐，请作答。哎，这题我答错，我真的很丢脸呢。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啊，对，你是老师哦。对啊。对啊，而且我的颈椎超不好的，我记得是5块。嗯 ，I'm so sorry。恭喜丁玲姐答错了。啊，我希望我的学生这一集不要看。老师，可不可以给我点不好吗？可不可以你也去给人家观摩一下啦？第二题。好，请问，如果呢长时间低头的来看手机，颈椎呢会因为长期承受多大的重量呢 ？A 会长期承受10公斤 ，B 5公斤 ，A 或 B， 请抢答。笑柔，请作答。小，你没有压力，你随便打啦。你有我有压力，小鱼干的要我死哦！我跟你讲，这一集我要争个小鱼干，应该就是我的代表作了。我跟你说，是告别作吧？告别作，真的就是告别我。A 10公斤，确定哈？这么重哦？确定哦？你会告别呢哈？好了，5公斤，对不起。到底是几公斤啊？我觉得5公斤，10公斤应该颈椎会断。5公斤，对不起。5公斤是？好，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公斤。还没，还早嘞，第二题很拼，好不好？好，下一题，请问，成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身高会有变矮的现象，这是因为什么呢 ？A， 因为呢脊椎骨磨损 ；B， 因为呢椎间盘没有水了 ；A 或 B， 请抢答。小罗，请作答。我跟你讲，我好怕，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怕。这题我知道答案。哎，回答问题会流汗，人中在流汗。哎，我们是腋下在流汗。哎呦，老师，你干嘛流鼻涕还流汗？不是，因为太紧张了，你知道，人中开始冒汗。B， 恭喜你答对了。啊！你们要原谅我。好了，算了，你都去给人家观摩了。对啊。好，下一题，请问。颈椎呢，在健康的状态下呢，转动脖子呢，会听到咔啦咔的声音，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呢 ，A 关节退化的声音 ，B 关节气泡释出的声音 ，A 或 B， 请抢答。天哪，我怎么不知道这一题？问这个答案呢？老师 ，Are you OK？ 老师，我怎么办？你的脸就是快崩溃的脸。我好有压力，我从来没有过这么有压力。不要这样想，最起码今天如果上了这个课之后，以后就知道了。
对不对？不是怕我学生会少一半，顶多我帮你打马赛克。好了，没有了，不是了，老师做效果啦，老师你做个效果。好啦，我觉得哈，应该是关节气泡释出的声音呢。哭什么？哭什么？确定哦？会不会也是丁明姐的告别作啊？我在这一集是加入瑜伽圈了。其实我是我不是瑜伽老师，我是假的。确定哦 ？B 哦，气泡哦。好的，答案是。恭喜丁明姐答对了。哎呦喂！哎呦喂！好，下一题。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请问？人的颈椎活动呢，比胸椎和腰椎大。那平均呢，每天关节活动次数会约有几次呢 ？A 有几十万次 ，B 几万次。A 或 B， 请抢答。笑容，请作答。Say goodbye， 小鱼干。A， 恭喜你答对了。也太多次了吧！我跟你讲，恐惧会给人力量。我也很恐惧。好，请问，曾经呢有一位德国的辣妹，能将呢脊椎折成对半，是因为 A 韧带呢比一般人有弹性 ，B 关节比一般人还要多 ，A 或 B， 请抢答。丁玲姐，请我怎么也看不到？因为我有灵魂在里面 ，OK， 我有的灵魂在。老师，灵魂告诉你什么？有一点点把握是 A 韧带比一般人有弹性。好，恭喜丁玲姐答对了。好。好的，第一题，人的颈部总共有多少块的这个脊椎骨？是，答案是七块。对，老师，七块是就这一节七块吗？嗯，对。你可以看到这边刚好是颈椎的，所以它有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跟第七个，所以就是七块这个骨头就对了。那由于这七块骨头，它每一块骨头跟骨头之间会有一个椎间盘，就是这个蓝色的椎间盘，对。所以这个椎间盘跟这个脊椎骨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对，这个等于是两块硬骨中间的垫片。哦，垫片。对，垫片，对。来，第二题，如果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它会承受多大的重量？是五公斤。对，它我们计算过，大概是体重的大概7%，那就要看你体重有多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差不多。当然，有头大的，你像白云哥头就比较大。对，他大概20公斤啊。对，小康哥头也很大。所以老师，你说的这五公斤就是头的重量了。头的重量是体重的7%，正常人吗？对一般人的7%，所以你如果说是，比如说你60公斤来讲的话，就是4.2公斤，哦，那你一定是超过60嘛，对不对？对，所以你的头就接近5公斤了。那可是问题是，我低头族，所以低头是这样子低头啊，对，还是有一些支撑啊，它不会整个头就这样。那我这样也是一样很重啊。是的，就是说，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说，你低头族看的时候呢，这个肌肉要承受那个这个头5公斤的力量。是，但你如果站着的话呢，是往下，力量是往下。对，地心。那时候的力量是落在脊椎上。对，是的，哇，这个还是真要注意哦。这很严重。来，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矮，是因为什么？椎间盘没有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矮，是因为什么？椎间盘没有水啊，那叫水吗？对，水分，再加一个粪可能会更好一点。哦，没有水分。嗯，他现在是这样哦，就是说，他这个变矮哈，其实也有可能是骨松啊，也有可能，也不是说完全一定都是椎间盘的问题。对，但是不管了哈，椎间盘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是哦。那这椎间盘因为是要这个避震嘛，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弹性有弹性的一个软的东西，它不会是硬，因为我不喜欢硬碰硬嘛，是，所以它是有弹性一个软的东西。哦，那这个垫片呢，它就类似那个夹心巧克力一样，嗯，它的外头是硬的，里头是软。哦，那外头那个硬其实也不像夹心巧克力那么硬，它外头是那个弹性纤维。哦，有点像那个很强性的那个弹性，就是那里面呢就是髓核，就是有点像那个很粘稠的那个粘液。嗯，所以它压的时候它就会有cushion的样子。哦，但是因为
年纪大以后呢，对，它外头那个弹性纤维会硬掉，对，就弹性变差硬掉，所以如果太用力，有时候会脆掉。哎呦，脆掉的话呢，就椎间盘突出了，就里面的东西就会流出来，哦，这就整个塌掉，就是椎间盘突。但如果没有脆掉呢，它里面那个水分，因为里面的黏稠水分也会逐渐干掉，会变硬。所以它会变矮，然后再来这个转动补助有这样嘎哒嘎哒嘎哒的响声，是里面的气泡的。对，它其实有些人关节中间它存在着一些小气泡，移动的时候会声音，所以有时候小时候看那些小朋友在那边弄啊，有声音，那大家就很羡慕，看看我弄有没有声音。那有的有声音，有的没声音，那没声音的就一直想弄出有声音来，但其实没必要了。那个只是气泡是突然间跑出来或者摩擦出来的声响。那怎么会跑气泡在里面？它那个就是关节液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像液体里面是好一些，对对对，所以它也不会伤害身体的，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坏处，对。可是那声音也太大声，对，但是我们也不喜欢你一直去弄，因为去弄的话还是不好。好，会怎么样不好？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喜欢折手，哎，像我们现在这样。到现在应该还喜欢折手吧？其实事实上是尽量不要去做这种动作，因为对他还是有伤害了。那个阳光你可能不晓得，这是因为早期的电影啊，为了要耍帅，你知道，那男生要当然强壮，更加要打架之前就讲，那大家就学了到现在，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学体育的，我们学校很多男生，然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准备运动的时候，很多男生就开始这样，真的假的？好幼稚哦！就很多男生可以这样。就觉得超厉害的，就原来是有伤害的，有伤害的，千万不要这样动，尤其像你的那个颈椎这样动，有时候会受伤。对啊，颈椎不可以。你的颈椎刚刚那样的动作就是错。对，你刚刚这样动，我们两个看着觉得我也好怕，非常非常好可怕。你不要到时候动完了以后，我们以前在学校真的常常都这样子玩呢。对，都不行不行。所以小时候不懂事，太可怕了，学生都不懂。阳光现在几岁？现在25岁啊，马上你就知道。是 ，very 是。哦，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题，平均每个人的这个每天啊关节活动次数大概有几十万次。我的天哪！相信我，相信我的天。这是计算出来，这就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反就是大所谓的关节活动是只要一个动一次就算了。对啊，你比如说像刚刚在我就已经在节目里面，我就刚刚看你看他看你看他，我大概动了大概几百次有了吧。嗯，好了，目前的比数，丁丁是2分，然后小刘是3分，然后你要加油。好，王心如的健康对不对？来几位。好，第一题。低头族容易诱发落枕，而男性又比女性更容易发生落枕的情况，对或错？请抢答。丁一姐，请作答。对，确定？是的。好的，恭喜你答错了。老师，低头族经常做转脖子的运动，较可以避免肩颈酸痛、落枕的情形发生，对或错？请抢答。阳光，请作答。终于。Finally， 对，我觉得是对的。这个应该跟上班族坐久了要站起来动动筋骨。这是一个陷阱题，好，老师你刚刚答错了，老师。那谁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动一动脖子，避免肩颈的酸痛。好的，确定哦，所以是对哈。好，答案是，恭喜你答对了。每天喝2杯咖啡的人，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发生落枕的几率也较高。对或错？请抢答。阳光，请作答。怎么会这样？错。恭喜你答错了。那好，我好担心啊。好，第四题。好，第四题。发生落枕时，用刮痧的方式在颈背部刮出紫红色的痕迹，对舒缓肌肉、减轻落枕的症状才有效果。对或错？请抢答。小柔，请作答。才有效果。对，对还做？你不用担心，你现在答错，你也不用疼啊。哦，答错。错对。对。好，答案是。好的，恭喜你答对了。还好。最后一题，经常落枕的人也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的征兆，对或错？请抢答。阳光，请作答。对，好的，恭喜你答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落枕的名词大会考哦。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哦，
为什么？肌肉的发达吗？还是对肌肉发达？没错。哦，因为我们男生因为雄性激素的关系，我们肌肉的比例比女生高得多，强度也比较高。所以一般男生的肌肉强度比你们高，所以同样打电动的时间，男生就比较不会。太不公平了，这没办法。但是你们雌激素保护，你们没有心脏血管疾病，男生多那也不公平。也是哈，对，也对，听啊好多了。对，转转脖子啊，对低头族来说是可以这个舒缓，是不是？或是避免那个落枕？这当然了，就是刚刚阳光也特别提到，就是你隔一阵子就起来动一动。对，但是我要特别强调，动的时候要非常慢的动，而且幅度不能太大。像刚刚他那种动法太快又动作太大。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如果说能动，会比动脖子好。究竟要怎么做对舒缓落枕比较好嘞？你可千万别转台哟。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如果说能动肩膀，会比动脖子好。是，因为其实你动肩膀的时候，它就会拉动这些肌肉。对，所以你动肩膀，不管往前动、往后动呢，都会拉伸到它的肌肉。所以这个也都很好，但是你不要直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角度太大会受伤。OK。对，是。好的，再来，每天习惯喝两杯咖啡的人，这个要先跟阳光讲，喝咖啡真的会骨松。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科学家有做过非常多的研究，那确实我们也知道说喝咖啡会抑制钙质的吸收也没错了。但是因为如果你的量不是那么大的话呢，如果而且你生活作息又很正常，然后吃东西也都很营养，那它不会因为喝那一两杯咖啡变成骨质疏松，但是它绝对会抑制钙质的吸收。所以喝咖啡是抑制钙质吸收，而不是导致钙质流失。对对对对对。哇，你好聪明啊！好，再来，经常落枕也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哦。有可能，因为你如果椎间盘突出之后，它就比较容易压迫到一些神经啊、肌肉啊，就比较容易落枕。对，因为你本身姿势就不对了。嗯，不管是脊椎滑脱啦，或者椎间盘突出啦，或者长骨刺啦，它正常人的角度不会产生那些肌肉发炎，你就会。哎呦，是。好的，请七位宣布一下积分是多少喽？好，我们这个阶段的积分呢，我们的丁明杰有两分。我们的新同学阳光也是有两分，小柔非常厉害啊，有四分哦。Thank you。最后呢是我们的丁玲姐和我们的阳光要喝我们非常不好喝的小鱼干汁。奇怪，是两个节目的那个方式可以改一下，就是一个人受罪就好，不需要两个人都受罪。对啊。好，相信即使有人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干了吧。太恐怖了。非常。哇，这个太细了吧。其实我有两种东西真的不敢吃，第一种就是茄子，第二个就是小鱼干。我真的非常怕小鱼干。不是你影响我们，当你一直想要吸引力法则，你就一直把小鱼干吸引到你的面前来，吸到我的面前来，气死我了。好，两位请干杯。哎呦，帅气。好的，那既然刚刚有讲到说这个稍微的运动啊，对舒缓这个颈椎是非常好的，我们现在马上就来试试看。好，进入我们的健康动一动。好的，欢迎整容人简志老师。好，大家好，我们上次落枕用含羞草疗法还记得吗？哦，那我们这上次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银河天上望，点醒梦中人哈，那就是有落枕的话就慢慢做啊，没有的话我们平常一般的我们就希望常多做，让脖子灵活，肌肉有力。今天呢我设计四个动作，这四个动作呢是叫做双龙抢珠左右倒，手呢这个虎口呢夹住耳朵，有没有双龙抢珠，把头这样抢着抢来抢去，有没有？然后大拇指呢要扣着后面的耳后的骨头这个地方哦，好，然后扣好以后抢珠嘛哈，左右倒。慢慢往这边倒，慢慢往这边倒。潘老师都没有倒，哎，头就倒了，身体不能动，对不对？哎，对，动脖子啊，你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就不动了，有没有？老师，还是我教你啦。崩溃。好，双龙抢珠，脖子头左右倒，然后呢，上天，下地。下地，低头摇，低头摇，啊，好舒服哦。哎，这个重点是慢慢慢慢往上仰，往上仰，仰到最高的时候，然后慢慢再下来低头。再来是牵手互颈，两只手互相交叉叫牵手。互颈重点是你那脖子要贴着互颈，你的小指有没有大拇指上卡着脖子？好，牵手互颈啊，互起来。
不起来。哦，这个要夹起来。为什么你夹得起来？嗯，我的脖子比较细。为什么你夹？我完全夹不起来，为什么？你的脖子比较……你的腹背肌太紧了啦。用力。好，牵手护颈呢？点头好。哎，你好，你好。这个重点哦，这个重点是你在一个网块上也会卡住，有没有？嗯，对。卡住，然后下来。嗯。点头，这个是轻轻的点头，就有点像我们说是点醒梦中人一样。哦，轻轻的，我醒了，老师好有诗意哦。好，最后一个是反手抱肩，手再过来抱肩，两个反手抱肩，然后抱好以后呢，前后翘，哦，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哎，老师没有学过街舞哦。那你来比骆驼可啊？你的前后移动很多哎。啥厉害？这个前后动就表示你的脊椎骨有没有很灵活？哦。我现在头没动，我只有动肩膀。哇，老师流汗了哎。动头是动这样的。老师，你真的好厉害哦！你这个头都不动的。他不是人，我不骗你。我每次看他在做，我都觉得很厉害。好，这个是很简单、很单纯，让你脖子的肌力强一点，灵活度好一点。我觉得我聪明许多了呢。嗯，哪不会？脖子不痛了。好了，我们来谢谢节目人简志老师。丁宁丁老师，我们这个瑜伽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哦，当然很多啊，因为不好意思，那个老师前面卖关子，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基本上瑜伽讲究一个正位，对，你的身体在一个正确位置，你的肌肉就会舒服。例如说低头族，我刚才讲过，低头族常这样子，所以阔背肌过度伸展，然后你胸大肌过度的去挤压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身体回到正位？那怎么样看你身体的正位呢？你的肩膀要在你锁骨后面往下，你看起来好像这样子，其实不会，你到这边之后，那放松你的肋骨，你下背就不会不舒服。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双手往后拉，好，我看一下，我坐侧面哈，双手往后、往后、往上带上来，你就觉得你肩胛骨那两片被往中间集中，它就会去把你的阔背你的胸大肌打开，然后收缩你的阔背肌，就是反向的操作。对，像这样子，你可以先做到。那如果说你觉得装的还不错，可以轻轻往前前倾。真的，真的话，两位老师都不理。啊，下不去。啊。哇。你的后，你的阔背肌太紧了。啊。哦。对。就是啊，阔背肌太大。哎，其实你是前面太大，是后面太大。有一个按摩还不错。哎。就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来，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帮他按摩后面那两条肉束吧。哪一条老师来了？肉束，肉束。让总。肉束吧。肉束。好。交叉。有没有？我们看这一皱一皱，有没有？这个很软。对，有没有？这很软，这样抓，很软，有没有？嗯，就是它非常好，很健康。有一些人，有一些人非常的硬。老师，我们找一个肉素应该比较好找的。这个肉素应该比较好。我来。真的，你说这样子，然后捏，怎么捏？怎么捏？好了，捏，看这里有第一条皱褶，对不对？有没有？你就没有丁宁那么软哦，好硬哦，比较硬，哎，比较硬，不过还好。哦，还有岔气，很痛哎，这样是好事吗？这个按摩按一按，这就表示你肌肉太紧了，是不是好事？哦，老师，快，很舒服哎，来来来，潘老师应该也蛮夹紧的，你这一条一条线有没有？哎，我在这里，他就抓不太起来，他抓不起来，老师抓不起来，有没有？抓不起来，潘老师的那个阔背肌太紧了。老师你太紧了。你要看看我的，你要看看我的。他这个很软，有没有？当年你这个是皮又不是肌肉。我有肉，好不好？不是，我们肥肉比较少。啊，笑。比较紧一点，所以有时候这样扣还要。家人帮他轻轻的捏一捏，好舒服哦，真的好舒服哦。是的，我想今天这个节目人简治疗师跟我们丁宁老师介绍很多很好的方法，家里大家都可以试试看。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这个介绍了好食材了，赶快来谢谢丁宁老师跟节目人简治疗师。